耳朵会发光的兔子我是第一次见，印象特别深刻。说实话，你当时是不是觉得，哎呦，这个小兔子真是聪明伶俐又可爱至极呢？我当时就觉得这兔子怎么那么傻、啊、你才傻呢，全家都傻。我呢孑然一身，我的全家应该就是我和我夫人吧。晴晴，你觉得我未来的夫人她傻不傻？我觉得她一定温柔大方伶俐可言。快看，流星哎！哇，你连星星都能摘下来。青青，以后的日子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啊？我愿意。南宫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在木心园也是这样，你是不是身体还没有痊愈啊？